波兰华沙。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是随便走一走。道路是很干净的。那边那个就是在最著名的建筑物。我们离那个还有多远呢？饭店 2 minutes。 今天一天没吃饭呢。其实我觉得吃麦当劳那些很贵的。是吗？还行。